我们现在要吃丁骨牛排，鸡蛋布丁，丁骨牛排。这个是你建议要来的。对呀，这一家饭店是很高级的。对啊，还不赶快好好趁这个机会 A 一下制作单位，我们可以吃到很高级的牛排呢。这边的隔音效果不错。不是，刚才问楼下陈长小姐啊，听说这边帮我们煎牛排的师傅他很厉害，我会耍大刀。真的吗？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演出了。没有了，请你要珍惜这一段短片。一面来品尝美食，一面来欣赏特技。对啊，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综艺节目，没想到被剪到生死一瞬间。喂，走走走，这个叫……你是小李飞刀吗？请问你是？哎，不要开玩笑。哎，真的嘞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师傅你好，我是康康，这是李倩蓉。师傅，你姓李吗？我姓李，哎，刚好哎，哇，该不会叫寻欢吧？还是寻短？哎，李寻丑，李寻丑，难怪只剩两把了。好棒哦，那我们赶快带我们去吃丁骨牛排吧，谢谢。哦，好厉害哦，阿兰很有表，是啊，厉害。师傅，那你要先煎牛排，还是要先表演特技？他就一面煎一面表演，对不对？一面煎一面表演。哦，好。哇！哦耶！师傅，哎，我做腰的呢。哦，啊，你这次走这么步啊？做你妹你！哎，28年了，你都还没生出来。哦。阿爸，胡彦文。这个是你发明的哦，哎，是我的爸爸。哎呀，阿伟，滚掉呗！哇，我的那个唾液都在分泌，好香哦。对啊。嗯。又来又来了，哦。哎，他都不怕。师傅，可以给康康多一点。好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男生吃比较多啊。那我们要沾什么吃？嗯，第一个是，你可以沾洋葱。吃原味，原味很好吃。第一口吃原味，你可以吃它的味道。原味哦。对，原味。好加。那你第一口吃原味以后，你再开始沾前面有两种豆腐，芥末的啦，洋葱的啦。嗯。你可以一牛三吃嘛。舍不得吃哎，帮我包起来。谢谢。要把它吃完才能过关。就这样吃哦。嗯。好来，耶！来来来来来，拉回去，拉回去，耶！小心小心小心。哦哦，啊你捡到钱，把刀捡到钱要分哦。嘿嘿。啊把刀捡到钱要分哦。哇，大家拉回来，耶！哇，哎，大丰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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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丰收，大丰收哦！啊啊，收到榜底就看哦！哇哇，你看刚才捞的这些，奶奶放在地上看比较清楚。哇，里面也有鱼嘞！哇，这个哇，好多好多回康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哇，可以煮汤啊！那这个拿去料理了，对不对？听说上面有餐厅可以料理。太好吃了！大客一位，哦，对对，上去餐厅处理，走走走。这边好，太好了，哇，来，听说要上菜了，为什么你做我不做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因为我的内裤湿了，坐下来会很难受。那怎么办？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是一样，坐下来好了，忍耐一下。哦，哎呦，哇，上菜，来，这个是哦，拿起来的哦，还有鲜鱼在后头。回，这个他们对我们那边叫蛤蟆，他们叫回咖啊，哎，回咖啊，哇，来，回咖吧，哎，花壳仔，回咖吧，来，坐一下，来，不客气的，不客气的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哎，哇，好肥美哦，好大颗，好甜哦，哎，不错，嗯。有没有看到三仙女在这里要欢迎？三仙女穿的衣服，好性感哦。里面这件要不穿，直接就是围兜这样才可以，好不好？看哪一个被我点到，今天晚上我就跟他一起去 happy。
怎么会是我呢？我难道瞎了？哎，别乱讲，我们要吃什么？吃什么？肠粉，对，肠粉。拜托了，好吧。挽着我的手。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肠粉，你好，你好。二哥，你讲肠粉，你没讲对吧？看点到哪一个，今天晚上我就不跟他出去。不跟他，不跟他出去。喂。啊，来了。哇。看点到。来，吃一次吧。哎，谢谢。两杯茶吗？好。拜托你啦。哇。哎，这女人穿这样就是可爱啊。嗯。好啊。来吧。鲜虾肠粉，你看这个就是人间美味啊。所以，哎，这条街卖的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哈。嗯。怎么样？哎呦，老板，一碗排骨酥面。哦，紧嘞，我要酥去啊。啊，你还先帮伊喝饮，伊先来哦。好啦，啊，我嘞嘛差不多啊吼，来吧，棒哦，嗯，快不要，你要吃胖一点，太瘦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你要不要吃什么卤味？不要啦，排骨酥，排骨酥面，面，然后再来，面。面够够没加，够没哦，好好好，好面包，好好好。卤味，好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？哎，老板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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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自助式的是不是？这自助式的，要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，是。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加什么这样子。真的哦，哎，哇，那不巧，哇，这不巧，好多东西哦，你喜欢吃什么？那是百叶豆腐。真的吗？啊，这么大块哦。好，百叶的放着没关系，放着就好。这个豆皮哈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？这个是鸭心，鸭心，鸭心，鸭的心啊，鸭的心，阿心没有？阿心，阿心，阿心，回看啦，阿心，回看，阿心，回看啦，阿心，哎，多少来了？那拿两，拿两个好了，两个，好不好？太多太多会吃不完了，好，够了够了，这样够了，这样够了，这样够了，来来来，哇，来来来，哇，鸭心，鸭心，鸭心在这里，先吃鸭心再吃其他的，来，这个给你，我再找一个，哎呦，按了按了，这多少个鸭心在哪里？第一次吃这个鸭心，第一次吃鸭心是不是？好，鸭心一叉上一叉，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嗯，谢谢，谢谢，嗯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天你看今天吃的什么？第一道，奶鸡、鸡肉、肉肠、肠粉、粉丝，嗯，应该是路边摊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起，看一下好不好？搞清楚，什么路边摊？我们这边就是 VIP， 好不好？粉丝来一下，粉丝。哎呦哎哎，对嘛，以后小天使要找这种漂亮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拜托，搞一个怪怪小天使，来来来，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哎呦呀，是，好好好，来，那两人就吃一份就好了，粉丝啦哈，粉丝粉丝，拜托一下，我跟你推荐一下，他叫这么大一缸子啊。哎，那这啊，你夹不掉啊？那盘子盘子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哦，这道菜是他们buffet里面所没有的，我就召集一些小朋友来。哎，小朋友都可以来吃啊！小朋友，哎，本店招待啊，小朋友可以来吃红鲟粉丝煲啊！哇！哎，赞嘞赞嘞赞嘞！帅哥，哎，你都拢不吃掉啊？啊，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，我这也有嘞吼。你看，咱们中部人就是好客又热情呐、啊！哎呦，素颜，哎呦，两下就给他清洁溜溜。嗨。嗯。嗯。好吃。哎呦呦，
们的粉丝宝之外，另外奉送啊现鲜的海蛎生鱼片。海蛎生鱼片啊！哎呦喂！天哪，沙西米！哇，哎，粉丝在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是小菜，就搞到已经场面这么大了，还来一个生沙的沙西米。哎呦！哇！啊，来了来了来！哦，沙西米，我一起哟。一般都是要搞七片嘛，那边啊。现在就可以停掉了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呦！啊！您先请坐。怎么样？口感很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好。爱我吗？啊？真的很爱。嗯哼，哦，真的很爱，非常爱。这加入去就是安尼，吼，你看嘛。嗯。在舌尖慢慢散开，嗯，哦，有羊水，是母亲的怀抱，哦，哇，好好做哦，好，嗯，好，好幸福啊！接着看广告后回来。